来对称，来对称，你也行啊。雪莹，哎，恭喜恭喜！最近忙不忙？还好。恭喜恭喜！谢谢。我那个脚踏车没气，我刚去打气。你害我急死了，我以为是要请你去了呢。没，哎，我这个衣服怎么样？我跟主任借的。来，很好啊。你紧张什么？新郎又不是你。对，走，我带你进去。好来好多客人了，好真好，对呀，我可以。老师，欢迎，安静安静，平常形容你个你毛诶，来对子来对子，哎，不用客气，谢谢，伯父您忙您忙，静下来，你不要出去嘛，静下来，等我一下啊，静下来，行啦你，现在你是叫我大胆诶，竟然叫奶奶到啦，啊不是我叫伊来，咱是阿爸叫伊来呢，你哪爸，这边哪有可能？那无可能啦，咱你真是秀秀老师呢。秀秀，嗯。喂，弄，找你找到要死，你到底在遐搁食糖哦？妈，食一块糖啊！你无来我食一个甜甜，还阁新好吃。啊，不是你生啊，是好事。我问你啊，我要你去接叶小姐，你把她人接到哪里去啊？你耶！别啊！来了！哇，秀秀，你也来了！耶！嘿嘿，好可爱！快点，让我带他来。川姨，那他人呢？我想他是不会来了。哎，阿哥，阿哥，你叫我过来。哦，你看他们两个了。哎，这东西你爱吃糖啊呢？是的。嗯，好嘞。哎，我再吃一个。嗯，啊。不知道是不是喜糖吃多了想结婚呢、啊？负责的事情，我就一定办到哦！啊，陈哥，你今天特别不一样哎。你不要笑我，我这衣服跟人家借的，我还怕油滴到衣服上面。他还尴尬了老半天呢。哎，我们到里面坐着聊吧。啊，好，走。走。哎，三哥呢？秀秀。哦，
他一定跟阿布拉去玩了啦，你放心啦，阿布拉在啊。哦，对了，叶玲你来过，我带你到我房间去看看。走啊。哎，你刚才怎么没带我到房间去看看呢？喂喂喂，你讲话过也慢，很晚嘛，讲下去好不好？什么意思啊？关你什么事？我说的是实话。 哎，警官嘛，你来哦！警官嘛，好啊好啊，小花姐，小花姐，来来来来，你坐来，你坐，哇，这久无看哈！你来，来，您坐好，我哪里来？ 镇上所有的人呢，都到赖家去喝喜酒了，我怕有人会闯空门，所以出来取允许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没有去啊？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人就这个样，大脑长得不好，很多事儿都串不起来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这个人哦，是啊，大脑不好，嗯，常常人家讲过的话还有好几次，都忘记了。 哎，进来坐啦！哎，坐坐坐，嘿，阿金又不做生意哈，不会客人来啦。阿叶姐哈，跟阿布朗哈，都去那边帮忙的啦。啊，你还让你自己的人去帮忙？你真有度量。哎，没什么啦，啊，不然要怎样？半辈子都过去了，还跟他计较这个？哎，你吃饱没有？ 还没有啊，我是说啊，许允许，然后就去。哎，啊，你要不要我去帮你弄一点吃的？哎，吃面好不好？好啊，北方人呢最喜欢吃面了，给我来碗大碗的。我这里啊，什么没有，就是碗工多。你等一下哈。好，谢谢。 幸亏啊，没去喝喜酒，什么山珍海味啊，也没这碗面来的实在。哎，我真是的，我应该要想到，你也会有帖子，哎，我还叫你在这里吃面。嗯，地方上的应酬，人不到你到就行了，也不伤我这一个人呢。再说，能够换这碗面呢，值得。 飞总，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子吃过我煮的东西，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来，就匆匆忙忙的回去。要是我专程哦准备好了等他，10次有9次都是让我失望。
久了，也就没有这种心情了。我谁都不怪，这条路是我自己要走的，再难走，为了秀秀，我都要认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跟你怎么讲这些，阿姨都没有心情吃面。没关系，我这个人呐、啊，我这个人，你就把我当成是个聋子好了，我吃我的面，你尽管说啊。人生哦，要是走得过，也就过了，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要是走不过，说也是没有用。我十二岁那一年呢，就被卖去做耳朵，我就已经看破了。我怨我自己命不好，我没有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，我能说什么嘞？我也就是因为这样，辛辛苦苦的走过来。我只想说，给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身。难道我这样也错了吗？为了秀秀，我像臭狗屎一样的给人家写。我走在路上，被人家骂拍砸我。那位孙姨啊，难道我不想要光明正大让人家娶吗？难道一个做过给多人砸我，就要像死鱼一样永远不能翻身吗？他们不承认秀秀，不肯接受我，就连他们家今天办喜事啊，我想要去跟他说声恭喜，他们都不让我去。他们要死什么？他们要病什么嘛？你看人家都这样子呀，我是爱谁权的女人呐、啊？我开店了，我有牌照，我有缴税金，我不偷不抢，我不犯法，我是为什么要躲着不可以见人？我一个女人。带着一个小孩，我敢做敢当啊！他一个大男人，他这样子说都说完了，他一点胆量都没有。我四年的积蓄都给他了，他还要拖我多久？他还是人吗？男人本来就没有几个好东西，偏偏女人就爱，他妈的越坏就越惹人爱，好的反而不吃香。我说的有没有道理、啊？哎呀，算了，很多事情不能够讲道理的。
就拿你的家务事来说好了，以我的做人原则啊，绝不可能站在你这边。可是你说的这些委屈我都明白，如果你心甘情愿这么活着，不管别人同情你骂你，那我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。问题是你要想一想，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你不为你自己想，应该为秀秀想一想啊。你们两个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母女俩有一个公平做人的机会。好，既然要做人，那就先做给别人看。把脸擦一擦，我们走。去哪里呀？你衣服都已经换好了，还用问吗？站在这里挣扎，就失去了一次给自己公平的机会。要别人不闪避，你就要先不闪避别人。你要光明正大，你就得自己先光明正大。躲着活招人非议，站出来面对大家，这也不是件什么坏事，你说是不是？更何况说一句恭喜，那绝对不犯法，这点我给你保证。要翻身就得靠自己，除非你承认你已经是一条死鱼了。来，尽量尽量，好的，尽量。哎，谢谢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尽量加哈，我搞三千多哈，细致一公分啊。好溜。来呀，来，你来，你大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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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，你来，快点啊！今晚我来带小姐姐过来同事哦，一个是张丽春，恭喜恭喜，张丽哈，你妈妈叫她才对哈，好。请慢用，慢慢用，慢慢用，这很好吃哈。我来请坐，来来来来，兄弟啊，我请一杯来。你快点，你快点。敬酒！哎，是新郎，新郎敬酒，又不是你。哎呦！对了，我忘了，我今天是伴娘哎。赶快去帮忙啦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找位置坐好了，你去忙，你去忙哈。我去那边坐。别别别，哎，没关系啦，你去忙你的啦。我是人了，我是鱼。来，你不要坐，我随便坐，没关系啦。好啦，不会。叶玲，对不起啊，没有时间陪你。没关系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不然我要叫狗姐啊！哦，哥，快点啦！干嘛？敬酒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啊不，哎，立成，你这边坐一下，我不陪你了，我去敬酒了。啊，你去忙吧。立成，啊，来了。秀英家亲戚还真多啊。是啊。可是我亲人只有一个。玲玲，咱们喝一杯吧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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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今麦新郎甲新娘要向大家敬酒啦！
哎呀，你不要进步啦，没问题啦，没问题啊。今天来呢，是跟赖代表、廖乡长道贺的。哎，欢迎欢迎。今天真热闹啊！我刚好碰到老板娘，所以就顺道一块来跟两家道个喜。嘿，那是新娘舅呢。今仔日啦，算讲是咱家难得的大喜事。无然嘛，会当娶到咱乡长的千金嘛，算讲是真有福气。阿美伦啊，会当嫁到遐尼有名声的第一世家，嘛是真好命。两家联婚哦，算讲是哦门当户对，相信讲将来的婚姻哦一定会真幸福美满的。来啦，来我敬你一杯哈。秀秀啊，有甲大家讲恭喜无？秀秀啊，伫咧学校老师敢无甲你教？小孩子要有礼貌，进来，跟阿因大家讲一声恭喜。恭喜！来来，我们一起来干一杯。什么的一起敬一杯，哪有生意，咱就随啊随来，那烧酒烫海啦，你惊啉输，咱就卖啉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今日是安怎啦？吃粗心，人管区的好意要敬你，你得无欢喜心啊？哎呦，啊，伊若唔敢讲哦，我来讲，我来讲。妈的，你是敬酒不是吃花酒啊？不行，喝一杯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什么事啊？小姐，怎么样？老子就是看你不顺眼，你什么卡小，你干什么？妈的！啊！我现在让你速度的节奏，就可以毁花娘骗你来做，告诉你，别操蛋了！我廖青山，你给我住手！你放开你！青云，不要理他了，他喝醉了。廖少爷，我跟你讲讲啊，小云在小公司打起有怪兽，我今天不给你驾驶哦。你别跟伊讲事，你来做阮查某头刀，你来好叫。啊！新郎医院，你是教伊倒一条，我是倒伊该袂变的。啊！我倒伊该袂变的，你该倒伊该袂变的。啊！妈的！阿妹，你别这样，到了。好了好了，秀英，秀英，莫名其妙，没事了，秀英。秀英，我跟你讲，你家姨妈进来，你一定后悔。我不信你绝对会后悔，秀英。秀英，你家姨妈进来，你一定会后悔。失礼啦，大兄啉醉啊啦，啊麻烦你甲照顾一下，吼、
门外来受着了。不要，不要！金星阿咧讲的话，是酒话还是实在话？你甲迄老师到底是安怎？哎，你着讲问。金星啉酒啉遐多，看到阿华叫阿爸，伊讲的话，敢会当听啊？你点点啦，我咧问恁小妹，无咧问你啦。你信啊？唔信哦？伊甲我讲就着。阿爸，我唔知影你是安怎才发现大个脾气。我甲张老师是学校的同事，我甲伊交朋友，有啥唔对？我嘛会记，你较早捌甲我讲过啊。你讲赵老师，伊是一个真有责任的老师啊。那是因为伊教秀秀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那对母仔囝好的才是好人，啊，对秀好就是歹人心。欸，我即摆听你讲这话，那袂输秀英因两个人的代志，你足早就知影啊。啊，好啊啦，阿爸，外口还佫有人客还袂走咧，等戏都搬煞，人客还佫唔煞，今仔日这个场面哦。漏开啊，已经漏开了啦。嗯，耳仔是两边，家己看袂到。你免怪，免怪别人啦，爱怪你家己啊！你敢知影今仔日谁上漏开？是你呢？哎呦，迄个查某吼，是我呢啊，给你面子，我呢啊。好啊啦，恁老母较好咧，我即摆是咧讲秀英的代志啦。啊，你定定拢要拖对遐边遐去，无啊？啊，你是遐赞成因两个人斗阵是？哦，大声我袂惊你信。我也甲你讲啦，好啦，阿母阿爸，你莫问我哪好无啦？为什么代志，甲一定都要等下遐，今仔结婚日子来解决上？今仔这款的场面，你感觉无面子？你敢会替闽南想到伊这款是啥物心情上？恁这世人上烦恼的，就是第一世界的面子啦。干焦烦恼讲，行出去要哪甲人批评，要哪甲人做面子？敢讲做人除了面子以外，都无啥物比这款重要的上？婚姻的幸福，敢是面子两个字会当安堪的事？啊！你两个人，暗藏来暗藏去，暗藏一世人，不应该发生代志嘛发生啊！卡斯以后，我的婚姻若是像我即摆看到安尼哦，我看我一世人我都不爱嫁，我嘛不爱看虚有其表，让别人欢喜，让家己艰苦的婚姻啦。无你要倒，你甲我转来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啦。死查某鬼啊你！好啊，老爸，有啥物代志明仔载才讲啦。我甲你讲啦。最近的代志无遐严重啦，这个脂肪啊，读对倒会去啦。家己还阁做老师，亲像你安尼哦，看要哪样我教别人的囡仔啦。无啊，恁老爸是出世要让恁友好啦，唔是要让恁安尼批评的啦。啊，但吼，我甲恁老母哦，唔来做一点来对不起你。爸，别生气啊。秀英讲遐无，无用一世人，艰苦家己，也只是为着要做予别人看而已。让你变到这款的地步，我把连婆的输到彻底，我连后生娶某都变到这款的地步，这款的场面，安尼我做人是有啥物价值？是有啥物价值啦？啊！阿母，不要你啦，阿母。
立伦，你昨昏困了，不知道习惯无？无啥关系啊，敢那咱一个酒干那在困。啊，是的啦，啊，我昨下啉一路较醉，啊，醉到啥物代志拢唔知影。所以你连昨下代志拢袂记哩啊吼？拢袂记啊。我敢有？你是伫遐讲啥？人干咱帮你换衫尔。我是讲昨暗秀英的代志啦。秀英啊，秀英什么代志啊？范少爷，小奶奶，头家娘问恁起来未？我早顿已经准备好了呢。起来啦，早就起来啦，我娘咪就出来啦。做人的辛苦，头一天就困着我。唉，乡长的千金小姐吼，无同款就是无同款，这以后吼一定就判处好。是吧？阿兄，阿丽咧？嘿嘿，你若是有欠啥物物件，做你讲吼，拢有够啦。哦，我等你即久，阿母等足久啊，你敢知？细汉你来阮家佚佗的时阵哦，我就伫想讲，哎呀，阿爸若来做我的媳妇，唔知要偌好咧，真是去予我唔着啊。是讲吼，一家人啊，甲做客是无同款。家人住斗阵，好歹的代志拢会去拄着。尤其这翁阿母吼，永远都意见无同的时阵，所以你得爱忍耐哈。若是有委屈啦，做你来甲我讲。是讲阮母兰的个性啊，我相信伊袂让你委屈啦。母兰，对无？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甲美伦讲过啊，我这世人会好好对待伊啦。家己讲的话。都爱会记的呢，这一世人是孤孤单单。翁阿母吼，唔敢若有情了了，看到我有义。呀。若是无情无义吼，迄就扣架。嘿，阿母啊！哎呦，啊今仔日的现钱哪会比卖的搁较济啦？你看。嗯。干咩？足奇怪，怎会安尼啦？阿爸，我去干。爸，免对。啊，对啦，拄着恁老母吼，甲恁讲一挂话，我是讲甲恁讲几句话。咱这赖家吼，虽然毋是啥物讲大富大贵的家庭，但是会当话呢吼。所有的人安尼，这里来尊重咱，这里来尊敬咱，这用的讲是咱祖先所传来忠厚节义的这个名声。人咧讲哦，第一门风，第二祖公，所以讲咱这做后辈人啊，一定唔能去甲袂记讲咱的祖先这么认真、这么打拼的这个精神啊，咱一定啊爱甲发扬光大落去，啊！咱也毋是伫选举啊吼，讲话咱就害出来遐尼激动啊，正常就好啊。
我是讲，爱知影讲，大家啊，对这個家庭的这个责任，吼、哦，是不是抱着这个责任？啊，最起码咱对这个家庭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对外一切这个行为啊，起码爱讲对这個家庭有一个交代。哦，啊，咱人若讲会到吼，就做会到再通讲哦。恁老母敢好咧？啊，我若咧教这个细碎，你拢咧甲我嫌旧怪，咧甲我扛臭头屁呢？啊，我这个做老爸，虽然是无法度人讲做甲吼，互人安尼无话通讲，但是我嘛是安尼一世人安尼为着这个祖先所放落这个事业，认真来一个拼命，我敢用嘴凊彩讲讲的尔呢？吴郎啊！呾你即摆说算讲结婚啊啦，吼、哦、啊一切吼、哦、算讲一个新的一个开始，吼、哦、啊希望讲你住伫这龙溪吼，好好啊落做，吼、哦、继续行这条路，啊，伟啊，伟啊，啊你啊，对即摆开始去咱个米店的吼，好好啊去学做生意，我，你莫当面咧你，唔当一干干唔当面外面吼，搁咧浪恋流恋啦，那我看你即款叫相吼，你也毋是插正题的。你著去好好做生意，去顾店就好。哦，啊，互恁大兄吼安心来行正义这条路。哦，来，李伦啊，啊，呾你著过来遮，剩下就是阮的人啊啦。哦，啊，以后这母兰啊，这事业吼，你著好好啊，该关心一下。以前讲吼，还袂过来，啊，你关心后头事吼，啊，这著应该啦。啊，呾即摆吼无同款啊，你是姓赖的，哦。一切代志啊，拢都以大家第一，哈！你这么巧吼，相信我讲这话，你拢一定会知影就对啦。啊，这安尼做吼，对你嘛是有好无歹的。我知啦。好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。小英啊，迄查某囡仔人吼，无头路迄无要紧啦，嫁一个较好的翁婿吼，这较重要啦。你安尼吼，目头也遐悬啦，啊只啊袂少岁啊啦，敬啊敬吼，到时你吼去敬到一个袂用用的啦。我吼最近吼会甲恁老母吼认真安尼去找吼，找一个吼较适当的，啊通我甲你拍算，啊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唔免阁讲，我知你要讲啥。你真有主见，但是我嘛无足阿爸。做爸母的人啊，也足爱听讲哦，你的想法，你的意思是啥款？不过我甲恁老母啊。有一个代志啊，这一定爱坚持的。阮两个绝对无赞成讲哦，你去嫁予迄个出外人。啊，若讲其他的什么条件哦，后摆再过来参详。关心我，我不开心了。什么？没有啦。是不是真的有事啊？哎，没有啦，就是我爸爸要我去守米店，我就想到就很烦呢。开米店有什么不好啊？当然不好啦，每天关在那边跟庙公一样，哪都不能去，一天到晚就忙这些红豆绿豆称斤称两的事情。价钱都是公定的啦，再怎么赚也赚不了多少。哎，如果叫我一辈子都守在那个店里，那我的事业跟理想不都泡汤了？你还有别的事业理想啊？有啊，怎么没有？我告诉你，我有个朋友，他带了一批工人在鹿港那边盖楼房啊。听说光复以后啊，以前那些日本人站着不放的生意啊，现在都可以做嘞。所以像这种有店面的楼房最好卖了。而且价钱很好哦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赚的就不是1800，是上万的耶。
只不过像这种生意一定要有本钱啊，要不然有地也可以啊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对我来说真的太遥远了，我也只能听听，能不能给你意见呢？你肯听啊，我都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样了。不过啊，我在我们家讲话，他们都把我当放屁眼。以前还可以跟秀英偷偷讲几句话，不过最近啊，我看她好像没什么心情听了。为什么？还有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那个马平安。哎，我爸跟我妈那一关啊，他们是很难过了。那陈哥怎么办？当然难办喽，怎么办？这种事情啊，女孩子也没有办法自己决定的。秀英想讲也不能讲哎。而且啊，我妈现在天天都在替秀英找对象哎，万一找到适合的，我看这件事就没希望了。你在想什么法子啊？难道你不想看到秀英跟秦东的二成一对吗？你呢？你希望吗？如果秀英嫁给别人，你跟那个马给亚不是就可以？不行。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你答应过我，你要忘掉我说过的一切。你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怎么可以？我只是觉得，我觉得这样对你比较公平。什么叫公平？感情的事有什么公平可言？陈哥和秀英他们真心相爱，这就是公平。我都盼着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幸福的过日子。我多么希望相爱的人就能够相守，让彼此的心永不落空。这世上受苦的人还不够多吗？为什么还要再多他们两个人？可是你不懂，你根本就不懂我什么是爱情。谁说我不懂得爱？我心里装满满的都是你，这算不算爱？我可以为你做一件事情，甚至于你叫我去死，我都愿意，这算不算爱？啊，算不算？算不算？你不要过来。我不要再看到你，我不要再看到你。一条命啊，山细呀细，阮的心情从来拢袂完脆，以为从今以后我双人永远袂搁再分开，心头亲像针伫咧位，搁那插头内有一支铁钉啊咧，从来毋捌问阮敢也有伊，细啊细啊为心机。就伫咧洗啊洗，不受伊全然无犹豫，甘是男男女女永远的心病。我若无阮有体擦苦，亲像甘露伫咧洗啊洗。讲是明仔山来北着袂分离，无影无
是只空嘴博暖，害阮亲像甘露伫咧洗。